开开心心吃板豆，结果拿到这一袋，整个塑胶袋被塞爆，通通都是候选人的竞选小物，口罩一大叠，小包卫生纸，还有酸痛贴布，让网友联想是不是鞠躬握手太操劳，需要贴布支援。选前最后一个周休二日，全台各地候选人毛起来扫街，连喜宴场合都不放过，一人一支原子笔，但各种竞选小物，民众心中的第一名是这个。那你觉得什么最实用？口罩跟牙签，当然现在是口罩，口罩比较实用。不管男女老少都需要的口罩，最符合民众防疫需求。短短七天就收集一大袋，仿佛口罩山。候选人求曝光，靠各种竞选小物吸引选民目光。卷南部综合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。比方说，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。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